一顺榴莲档举办赠送活动，一天送出550公斤榴莲给60岁以上年长者。要是年满60岁，可领取两个榴莲。活动首日就有不少公众提前超过1小时到场排队，队伍从榴莲档一直延伸到附近的停车场。公众的热烈回响，让摊主决定放宽年龄限制，让55岁以上年长者也可参与赠送活动。提到办活动的初衷，摊主严庆生表示，很多年长者收入不稳定，榴莲价格也偏高，因此决定给他们送榴莲，让大家都有机会享用。活动将进行到6月15日，带上你身边的年长者，一起去领取吧。